大家平安吼、哦！我代表阮公益行动教会，代先感谢咱在座诸位兄，这以及真侪侪侪各种感谢恁。我今日要来讲一寡教会对大家的社事。主来敬听的牧长，潘顺民牧师，廖继兴牧师，廖继坤牧师，罗宽山长老，黄阿金长老，无会北门教会陈武全牧师，甲特色教会联名的姊妹教会、毕加教会、完美教会、福爱手语教会。以及各位出来兄弟，大家平安。感谢您对公益行动教会的关心和带导，真感谢咱的天父上帝丰恩，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带领。奉主的名，在主后2010年2月28日下晡2:28，在这个所在起座，创设上帝的圣会。公益行动教会到达也足8年5个月了。伫今仔日，我也要伫上帝面前，以及咱正主来兄弟面前，对咱台北中会所派五位中委牧师甲长老来主持举行我公益行动教会第一任牧师郑国强牧师的上任就职感恩礼拜。这是天父上帝的疼甲恩典，自创设公益行动教会以来，历经8年外的年日，阮对主会所、委员会、到同会成立、到今，感谢主的扶持帮助，伫阮的牧师，互伊有够野的毅力，认真拍拼，无嫌劳苦，来牧养即间伫28公园内。大树下的教会，这真正是上帝所赐予阮奇妙的恩典，把阮陪伴好搁有力的牧者，以及阮有尽力的同工，若无八字外来，通讲是历尽风霜，阮还在继续中。有时伫礼拜中就走大雨，有时伫避风台。伫好天日头正阳阳的时，就亲像下晡，就闪一旁来敬拜。感谢主的怜悯、扶持、保守，予阮伫过去的年日的敬拜，全然无受着外在因素来暂停，或是停止阮的敬拜。伫未来的岁月中，求主帮助，阮犹原要安尼。尊探主为阮所陪伴的道路，在这28公园内传扬上帝国的福音，引带最侪人来亲近咱的主。伫主的听，请持续为阮代祷，多谢。伫遮阮也要特别感谢无会北门教会陈武全牧师甲中执以及郑兄弟。对阮的关心、带导、甲持续有力的帮助，感谢恁。愿上帝纪念恁的祝福，也感谢北门教会、毕加教会、完美教会、手语教会为阮所献好听的诗歌，同心来敬拜咱的上帝。也感谢咱台北中会五位中委牧师长老为阮所主理。阮公益行动教会郑国强牧师上任受职的感恩礼拜，真多谢，以及在座侪侪咱台北中会遮个牧师、牧长，多谢恁。也搁有咱台北中会总干事苏牧师也伫现场来感关心，真多谢。愿遮有所有一切荣光归伫咱的天父上帝圣名。用安尼来感谢，伫今日波参与，伫即个受职感恩礼拜的目中，主来兄弟，多谢大家平安。